今天有阿甘，对，跟明叔借了车车一起骑。OK， 我们今天要骑的是东环，然后澎湖的话主要会有三条路线，一个是北环、南环跟东环。那北环跟南环都会是原路过去，然后折返回来。然后北环大概是70公里左右，然后南环大概是30。那东环的话也是30，可东环特别是它是唯一三条里面其中一条是可以环一整圈，那它主要是环澎湖的本岛。那中间也会有很多景点，那我们今天就边骑边环澎湖本岛一圈，带大家看路线 ，Go！ 哦，然后这次我上很特别的矿物粉底，就是顺便实测看看，就是在这么烈日还有运动下面会不会脱妆 ，Go！ When you run it out of luck, need to get unstuck, so go!When you're up against the wall and you cannot fall. 后面有牛，牛在伸懒腰啊！我的天哪，是在都市的，完全看不到这个景象。我们就是绿色，好自然，好快乐。我们第一站是摩西分海，魁壁山。魁壁山地质公园，锵锵！现在来到了魁壁山地质公园，然后又称为摩西分海。对，就是如果退潮的时候是可以看到陆地的。那为什么叫摩西分海呢？其实摩西分海跟大家科普一下，它是圣经里面一个奇迹的故事。就是摩西呢，他将红海分成两半，然后带着犹太人逃离埃及的一个故事。对，然后刚好魁壁山这边它也有这个景象，所以它也称为摩西分海。那我们就去下一个行程 ，Go！ OK， 看完摩西分海之后呢，我们要去龙门海域。骑到摩西分海大概5.5公里，现在折回去的大马路，再继续前行，在这边重返。好像灌篮高手才看得到的场景，就是路直接面向海，然后火车经过。龙门路上都没有人欸，是不是我们神经病？现在大中午现在1:17在那边骑东环，真的路上都没有人欸，跟马路可以切出那不然可以很安心的骑车，不会被逼车。门闭锁阵地，还是他们在追他？也是有可能，因为这里很多鱼。好感动哦 ！OK， 看海龟，它浮好近哦，而且还探出头。对呀、啊，好快乐！只是刚才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有人那么吵。海龟啊！哎，我们现在来到龙门渔港。对，那接下来到这边之后，我们就要去爱门沙滩。对，现在到龙门渔港大概多骑了4公里左右。
其实很俊哎，然后这边整个感觉也是很惬意，对，还有很可爱的脚踏车倒在这，觉得还是个很棒装饰品，就整个很有港口的 feel。现在要前往艾门沙滩，我临头。这个坡，哎，7到10趴，然后现在体温有38，是体温，现在温度有38，好热，我的天，哦，有树荫的地方，先稍微减个2度，可是一出太阳，好热。大家有机会来，可以下去踏踏浪，很舒服哦。OK， 我们去下一家马公市去喝仙人掌汁。你要喝完一杯吗？那我们喝一杯。好，谢谢。澎湖在地人说要喝的。说那一间，哦，好酸，好赞！在骑完，你还没骑完，在骑车中间补给这个真的是，而且它其实就在我们刚刚从艾门沙滩那边出来之后，骑在旁边而已。它起来。好多摩托车的游客，然后就是不会开车。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挑错时间，早上我还看到有人有骑单车。哦，现在这个正中，你到底谁会骑脚踏车？我们呢 ？OK， 柠檬汁喝完补充完能量，前进马沟。就到马沟咯，可以理解为什么澎湖的树都这么高大，因为正中的时候会有树荫可以为我们挡太阳，谢谢你们伟大的树木们。失去了，我们又都失去了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马公市，要来吃仙人掌果汁或者是冰。到了，来吃冰。呀，仙人掌冰淇淋，好好吃，酸酸，甜甜。终于吃到你想吃的仙人掌冰淇淋，因为有人跟我说来了4天都没有吃观光客的食物。OK， 吃饱喝足，我们要回去咯。很开心。
完了东环，然后整个距离大概37.7，然后我们骑了1小时50分，大概接近2个小时。然后如果你是一般就是可能租脚踏车来骑的话，我觉得大概2.5到3个小时一定可以完成。对，我们刚刚就是骑这样37公里，几乎大概5到8公里就会有一个景点，我觉得CP值非常的高，像刚刚的摩西分海，然后龙门海港、渔港、龙门渔港，然后还有爱门沙滩，然后最后我们到马公市吃仙掌冰，然后再绕回来这边。我们最后回到爱玩水民宿，然后爱玩水民宿旁边有一个青罗湿地，因为现在我们准备要搭飞机了，所以有点来不及，就没有绕过去看。但大家也可以经过的时候可以进去看看湿地到底长得如何。对，然后像我现在应该流很多汗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刚刚说要实测粉底运动粉底的状态，现在看起来应该可以，应该就是有点出汗，像有点奶油肌，可是基本上还是算是服帖。我其实蛮惊讶，因为我其实实测这一款粉底已经1个多月了，它是瑞秋怀恩的粉底，然后我有上妆前粉，然后还有矿物粉底，他们都非常的清透。然后1个多月下来，因为其实我本身很容易大泡泡，每次在骑车的时候就是满脸就是流汗，然后很容易因为擦了防晒然后流进眼睛，然后很稀的感觉。然后我用了这1个多月来发现没有这个问题，因为瑞秋环它顿加的矿物粉底成分非常的单纯，就它不含酒精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化学合成物，所以使用起来非常的舒服。对，就是它也不容易致痘，我发现这1个月用下来之后，然后因为本身有酒糟的肤质，然后这用下来也没有出什么过敏的反应，我觉得非常的开心。对，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很赞的是，它只要你洗澡的时候用洗面乳洗脸就好咯，它不需要再用卸妆乳。你知道这对于就是我们去骑车比赛参加赛事的时候，然后就已经很累，回去就想赶快弄一弄，然后赶快躺平，就是只要用洗面乳洗，这一点我觉得深得我心。还有男生们，你们不要觉得好像没有你们的事情，瑞秋环他们家有出防晒粉，就是如果有防晒需求的男性们又不想要弄一些涂涂抹抹的东西，就只要拍一拍他们家的防晒粉，一样也可以达到很棒的防晒效果。对，就这样。今天整个骑了2个多小时，我蛮讶异的，因为澎湖的天气现在36度，然后我们是1点骑到3点。对，我们等一下就搭飞机了，然后我还可以有这样的持妆性，我觉得非常快乐。对，以上就是我的整个运动粉底实测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还是大家喜欢这种系列的影片，下次就在做一系列的评测。真好累哦，运动 YouTuber 要评一次粉底就要这样冲一次。 OK， 我很快乐，可以骑路线，我很快乐。东环站，我爱澎湖，大家再见，拜。我在录影，你要干掉了吗？干啊！